各位同学早，我们今天这个三个小时的行程第一部分就是看给各位有什么问题，第六章、第七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几天有同学送 email 给我，有同学去报名找我，那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同学，观念都还蛮清楚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会 KK， 台湾话叫 KK， 那这是很正常。我记得我以前在学 K 的比很少，人家已经是小 K。我以前是大碟，然后就这些小碟就可以讲各位这个理解，或者是这一个等效果。好，如果你要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其中有一位同学问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比较值得在这边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他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把 memory 的东西移到这一个规则的里面。就大家说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去把东西放到规则，放到某一个规则，比如说 R 里。那你可以是什么？你可以是用加的，你可以用这一个 AND。对不对？把东西 clear 掉，然后你可以用 add 把东西加到某一个 register， 你可以用 lb 把某一个 memory 的资料把它放到 register， 你可以用 ldr， 对不对？把这个 memory 跟一个东西放到 register， 你可以用 ldi， 用两层的这个 memory 的 access 把东西放到 register。 他说好，你有这么多种方法。那我那个 register 里面，对不对？是不是有时候可以是一个，有时候可以是一个 address， 是不是？那当你用把 r0 加一，比如我现在把它放到哪里？我现在 r0 加一，到底是加那个值加一，还是那个 address 加一，还是点点点？这个问题老师问的很不错。但是其实。事实上是这个不应该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不管你里面是一个值，一个 integer value 还是一个 address， 只要我说 r0 加一，那不管你什么东西，我就加一，对不对？我不必要去看他说，假如是 address， 我就要干嘛？假如里面是一个 integer value， 我就要干嘛？没有这回事，就只要我 r0 加一，就是 r0 里面的那个人加一。就是管它里面是一个 integer value 还是一个 address， 这样电脑才可以做不然电脑要加一之前还要去分辨说你到底是 integer value 还是一个加一。只要你是 address， 我就做其他的事情，我怎么知道？所以只要你碰到 r0 拿加一，就是里面的东西 ，r0 里面的内容加一。只要你 r0 里面现在是一个 address， 它是 address 加一，对不对？只要你是一个 integer， 那就是那 integer 9，那个9加1就没事。那假如那个 address 是3056 x 3056，你要加1，那就变成 x 3057。就是这样。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只有一种，就是你把那个里面的内容加1，这样 OK 吗？好。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同学，就是说那个 assembly language， 它的意思不太清楚。比如说我现在说这个 ADD R0 R1 R3 这样，那到底这个在做什么？那这个就是在把 R0 跟 R3 的内容加起来，放到 R1 里面，对不对？所以好 ，ADD R0。R1、R2、R3，就把 R2 跟 R3 里面的内容叫做放到 R1。那假如是 ADD R1、R2， 然后后面一个数字，用一个井号和 X， 比如井号9，
那他的意思就是把R2的内容跟9加起来，结果那个结果R2里面的内容跟9加起来，把他那个结果放到R1里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假如你是 LD， 假如你是 LD， 只要 LD 好 RA 一个 symbol 好，那就是把 A 代表的那个东西，把 A 代表的那个东西看它的 address 是多少，就是把那个 address 里面的内容，那边的 address 内容放到 R1。 所以它每一个子链它的意思都有它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 symmetric。啊，任何一个语言，包括以后你加进去，你要上什么加进去，都一样。它有这个，一个语言的话有两部分，一部分叫 syntax， 一部分就是 semantics。syntax 是什么意思 ？syntax 是语法，你这样子合不合文法？所以这个 syntax 是文法。啊。那最后回到我们现在有一个例子，对不对？比如说 I'm a student， 然后这是一个文法，对不对？ I'm a student， 所以你前面说哦，这个文法是对的，因为它合乎文法的规则。那你只要写说 I am a student， 那这个就是文法错，这就是 syntax， 这句话不合乎文法。好，但是你考试就合乎文法以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好，所以任何一个语言，不管是电脑语言还是我们自然语言，它都有两个大部分，一部分就是语法，一部分就是就翻译成语。好，那你要讲一句话让人家听得懂，那么你一定要合乎文法，然后你要。这个合乎你要讲的好，但你假如你不合乎文法，不合乎语句的话，人家听不到你在讲。好，比如说你现在写了一封信，对不对？你去给美国人，你跟他讲说，我寄了一封信给你，结果你里面用的动词呢，是用现在式。那些收到信的人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你只要用过去式，他就知道说，哦，你已经寄了一封信，对不对？啊，所以你只要说，哎，我寄了一封信给你，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你的回音呢？对不对？好了，那你假如你用的是前面那个寄用的是过去式，对不对？他就说，哦，对哦，你已经寄了，过去已经寄了一封信给你，那只是我一直没有接到回音，对不对？所以他会给你解释，哦，因为我的忙，所以。我收到你的信，我先把寄给再回信。但是呢，你假如是你说我寄了一封信，你为什么都没有给我回音呢？结果你那个寄了一封信用的是现在式，哇，搞不清楚。那你是寄了寄信给我了没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语文法、语法跟主要的分类。啊，那人家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生命连接，好，就是一定要合乎这个文法。然后呢，它每一句，只要你合乎文法了以后，每一句它的意思是不一样。好，像比如说 A B B， 好耶，好，好。平常这样写，那就是把这两个加起来，里面的内容加起来，放到哪里？好，但是你只要今天写了一个 A B B。A B C E F G， 好，三，他就跟你讲，我放火了，我看不懂这个是什么，啊，因为没有任何一条文法不允许你这样子写，啊，或者你写 A B D， 啊，零，啊，然后 A， 这样，那我跟你讲，我看不懂啊，啊，所以他不用去解释。因为你文法就不对，文法不对的话就不需要去
这个解释说你到底要干嘛，然后就帮你翻成了这个，就不用，这是把你踢出来。啊，所以下学期你们要学那个西交交就是这样，只要你写的程式语法有问题，他不帮你做了，他就把你踢出来。第八行啊，有这个文法不对，啊，那你然后彼此摸一摸，就去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所以。假如你文法有错，他不会帮你执行。啊，他在翻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不会翻的，就很奇怪。我不允许有这种禁止产生，但是我也不会有这种禁止。对吗？对吗？啊，所以像 ADD， 假如这个文法对，那么它意思就只有一个，就把 R1 跟 R2 里面的内容标起来，结果放哪里？那假如你写 ADD。R1 好，这个文法也对，对不对？那他就是说把 R1 的内容跟这个9加起来，结果放到哪里？那你只要这边写 X9， 哎，也对。好，那也许你因为你可以是时间位，可以是16进位的啊。好，那他也是可以把 R1 的内容跟9加起来，结果放到哪里？那除了这几个以外，它也许的句型以外，其他的你说你用这样子写，用这样子写，它就给你记住了。哦，它的这个句型我看不懂，所以这个就是文法。啊，但是假如说，比如说，你现在希望是说，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原来是希望说 A B B R 零 R 一，然后一。R0， 你把 R0 里面的内容加一，你原来是希望这样子做，结果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一时大意，把它写成这样 ，ADD R0 R1 这样，你真正是希望是这样，结果你一时大意把它写成这样，这样子对不对？文法是对的，对不对？它这个电脑可以允许你有这样子的文法，但是做出来就错，好。因为你原来是希望说 B 跟 R0 里面的内容相交，现在这个变成是 R1 跟 R0 的内容相交，所以答案可能就会错掉。啊，那这个我们就叫做什么？逻辑上的错误。这个叫做语法的错误。啊，语法的错误，它根本不会执行，它是把你踢出来。那假如是逻辑上的错误。他不知道的错啊，他怎么知道？他又不是我们肚子，电脑又不是我们肚子里面的鬼，对不对？好，你不能骂他说，哎，我是真正要这样子，你怎么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我这样写，你不知道我的用意？我谁知道啊？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文法没有错，他就给你执行，跟着执行出来就错。所以这时候你就要靠你自己的不错。啊，你就要弄一些例子，然后你看，哎，这出来的话，就跟我讲的一样。它不一样，我去看看哪一步骤出来的值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样子。啊，你读的话就哦，原来真的是要这样子，结果这一步错了，所以我就把这一步改成这样子，啊，再一旁结果就对了，那就对了，就是。啊，所以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报告，就是说错误有两种，一种就是语法的错误，一种就是逻辑的错误。那以往的错误电脑会绝对不会让你做官的，啊，因为他看不懂，啊，但是逻辑上的错误电脑不知道，对不对？电脑不知道说你原来是要一加一，结果你把它加到 R1 里面的内容，他不知道你真正的想法，啊，所以他只要说你这个话讲通了，文法对了，他就相信了，对不对？就好像你。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对吧？你原来的意思是说，哎，我已经付了一封信给你，但是呢，我写的现在时，那我写的现在时跟我写的固定时文法都对了，但是问题是意思不一样，好吧？一个是你已经寄过去了，一个是现在时，我现在在寄了，好，所以这个两个意思是不一样，啊，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第六章跟第七章。或者是任何东西有没有问题？历史的部分。哦，好。
有错好，那我们现在来啊，有错我们就要做很严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它那个更正一下。好，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就看看各位第六章、第七章的问题。那假如还有剩余的时间，我们就介绍一些新的。好，这是第八章。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进行考试。但是在考试之前，我会跟各位说明一下。好，就是上次我们有做一个教学音乐教材，好，让大家非常辛苦。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收集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课的资料，好，那他现在把这个资料给我，那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稍微说一下，好，然后我们的交给你验证。出现的次数，然后把这个次数呢放在哪里？好，看哪里有问题？3000年开始，然后假如我们他进圈了，
他说假如我们哦这个城市开始止血的时候，然后我说来没关系没关系那假如这个城市开始止血的时候，那我们去观察那个 MAR 就是 memory address register，啊，就是 memory， 你再去抓 memory， 就是你是不是要把那个 address 放在 MAR 里面？然后呢 ，memory 就会把那个 address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放在 MDR， 好，然后电脑呢再去从 MDR 跑出，抓进去放到 register 里面，这样 ，OK 吗？所以那个 MAR 就是这个，好，然后呢，在当这个程序在执行的时候，我去记录这个 MAR 里面的值的变化，然后发觉哎 MAR 的值呢，它是照这样的顺序在变化，好，然后它现在它说这个这样你要记录这个我们就叫做 trace， 是追踪嘛 ，trace 是追踪，有个你现在就找一条野兽，对不对？看它的足迹，它的足迹就是一个 trace， 就追踪，好，说这个就是一个。追踪 MAR 的追踪，那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出现三年元，再来它组合变成三年元，再来它组合变成三年元，再来三年元。好，然后现在说好，假设我的城市这七个，这个城市这七个人双顶上，对不对？那有一些空白的人，他就要让前面把它填进去，就对不起。这个 MAR 的 trace 观察到的结果是这样，那请你把这个空白的程序的空白资料，让它这个程序在执行的时候，这个 MAR 的变化就是向它更新，这样子吗？好，来，那你看这个 MAR 刚开始会筛选给你，为什么？因为这个程序在执行，程序执行，这个 PC 是不是首先要放三年？对不对？代表第一个是双顶的位置是在三顶，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双顶从 memory 里面，然后抓到 IR 里面去？双顶的位置，对不对？那我要抓，我要怎么抓？我要先把三年两年，那个 program counter， 玩家说三年两年刚开始放在 program counter，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 PC 这三年两年送到 MAR， 到这 MAR 就是这三年。然后这时候 memory 就会把，三年年里面的这十六个 bit， 这个指令，把它抓出来放在 MDR， 然后呢，电脑再把它从 MDR 移到 IR 里面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 instruction page， 所以这边就出现三年。那这时候 PC 抓了这一个指令之后 ，PC 就会变成三年年，对不对？但是你看下一个不是在执行三年年里的。所以很显然，这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它一定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抓3005这个位置的指令，对不对？假如说这个300这指令一执行完了，然后下面就执行3001，那么你下一个 MAR 的 trace， 这里一定是3001，我不会跟300，这样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他一定，换句话说，他一定有再去抓那种抓一次。他抓一次怎么抓？这边001就是 LB 嘛，对不对？是不是 LB？ 001，LB 哦。他说 LB， 那这边三个就是 R 零。那 LD 就是我要把 memory 里面的某一个里面的资料，把它抓出来放到 R 零。那所以这里要多少？是不是要等式？等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的所以就300现在的 PC 的是300，加上多少会等于300，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要是00000001。那在我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我就会去抓300的那个地址里面的资料。那我要去抓那个地址，是不是我会先把300送到里面来？然后这边找什么抓住，对不对？抓住来放在 MDR， 然后呢，电脑再把它从 MDR 移到哪里？移到哪里？
所以执行官这个指令，啊，就是他会去三年零五年这种行政好吧？然后这时候 PC 是三年零七，所以下一个要执行的指令就是三年零七，下一个，所以他就把三年零七送到了这家，对，好，他送到了下一个是三年零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指令不可能去抓没有零七，啊。假如抓他的话，他肯定要下一个值不会看到三年。好，那我们看看这一个，这个是加 ADD， 对不对？那 ADD 不管你是用 ADD 第一种还是用 ADD 第二种，他都不会去抓三年。好，所以这个就好解。好，那再来就只能下一个指令。那下一个指令就要送三年零二七点二，对不对？那你到这个三年二中间。一点一一是什么？一点一一是什么？好，好，一点三 ，SDR 好。那我下一个 memory 是三点零六，这里是三点零六 ，SDR 的。那一点一一是 SDR， 那 SDR 就要怎么样 ？SDR 要怎么样 ？SDR 就是 memory 要多少？对不对？啊，要去 access memory， 啊，就跟 LDI 一样。那你所以你看这边这一个，你看三年零二到三年零三，是吧？下一个指令是不是两个 memory access 都能抓？啊，那第一次是抓三年零六，第二次才是抓四年零六，所以三年零六里面的东西一定是四年零六，那你就知道。三年零六，三年零六，三年零四。好，所以我这个 SDR 和 SDR 就是拿这个这里这个 PG 要设，要跟三年零三加起来，要等于三年零六。那你现在 PC 也就是等于三年零三，加上 X 要等于三年零六，所以这里就算，所以这里就要算，两。那这样我就可以花三年零六的时间，啊，那因为我下一个送到的 JR 是四零零一，所以我知道这三年零六里面放了一次，所以我就把这个四零零一拿出来，啊，那再把四零零一里面的 memory 里面的那个 address 里面的资料抓住了，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这吗？啊，这个不错，这三年零六就错，好，那所以我。从这边，这边是不是都是网？那下一个指令就是三年，对不对？它这里三年才是这边。好，好，那这个指令要干嘛？这个指令呢？啊，这个指令的话，它会送 NVA 是0021。啊，所以这我的。这是 DRM， 对不对？啊，所以，啊，不过我们一直讲这三个字，哦，你听得懂就好，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分辨这些？啊，就是你要去做一些相当于一些推理，才能知道这里面的。DRM 吗？哦，好。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呢，因为我故意把它引到地址上。好，因为它这边有些东西没，书本上面提都没有提到的用。好，那这个会对大家造成一些困扰。好，所以只要我们没有讲到，放心，一定会讲到。我们还有两招。好，就包括这一招，像这一招，这个信息就出现过。好，那有些同学就问我说啊，这个是什么？我这边需要查。那假如你真的要管没关系，哦，真的要管的话，你有问题再来问，哦，但是我课堂上没有话，哦，我们到该讲的时候对，哦，好，像这题有没有问题？没有啊，好，那还有没有哪一题？16。Thank you.
真有啊，你哪里有问题？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假如是负的话，对不对？假如是负的话，那么我就跳到三点零，对不对？假如是负的话，那我就二，我就加了一，所以我就跳到三点零七，就成功。所以这个你说第几行？第五行，对呀。所以假如你是前面这个做的是负的话，做出来结果假如是负的话，那我就跳到三点零七，就成功。这个是后，对不对？一啊，这个是后，那这个是好。所以你问我这个程式在干嘛，好像我也不会啊，我也必须要一样要去把自己当做电脑去实现，然后一样要跟你去发那个最后一天，到底那个连一连零的连一连一到底是什么，我还是一样，我跟你们做的工作是一样，七十九六七十九穿什么，这个在讲假如我们有三个，那三个人就是负责把一个分离的那个，然后关着你就，这叫三，一个逻辑，就好像 compiler 一样，只是 compiler 就关交接一点，有C加加的什么，变成文件的一种。那 assembler 呢，就把这个 assembly language 的 program 全部都，把它翻成文件的一种。所以等一下考试大家都会把，都会。都是 assembler， 我们有一题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当做 assembler， 然后你就把一个 assembly language program 把它放进去 language program， 所以我现在已经遇到问题了，所以这个人家考出来，老师没有讲，所以你没有讲，有，我们那个书本最后一页会写，那大家还需要继续吗？还是要听好，然后这样你说，请你建立一个 simple page， 然后呢，把这个 assembly instruction， 所有 assembly instruction，assembly 的意思就把它组合起来，你就是把它翻成文件的意思。好，请你这个 assembly instruction 的 label def 或者 program 之类，这个 def 这三个指令，请你把它翻成文件。然后如果没有数据，他说你看他这边就是马上 L D R U A， 对不对 ？A， 但是这个 A 呢是 block W E， 这里面没有，这里面是什么指令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说 A， 但是你在这里你要 L D R U A， 你要把这里的指令把它放到 R U A 里面去，对不对？那这里面是什么指令？他没有给你，所以他说：“你可以假设说，你有另外的程式是可以把一个值放到这一个位置里面，比如放四或放八，这最后一号就是。那只要放五，那你可以进行，对不对？因为这时候就 L D R U A， 它就会把五放到 R U A， 所以这个程式你可以。不然你这里面不晓得怎么指令，知道对吗？这样需要做。好，我们先体验一下最后的。好，因为这边是三点点点，对。那所以这一行就是三点点。一定要记住哦，不是这一行是三点点点，是这一行是三点。因为这个点 ORIG origin 这个只是一个倒数的 summer， 所以你指令要从3000开始放，所以这个不会产生任何一个值。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这个 OP code 是对应点 ORIG， 只要是点的都没有 OP code。它不是一个 instruction， 知道吗？它只是告诉了 summer 说，你这个程式帮我翻好了以后。第一个指令必须要从上面的，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然后像点这个 D，
也只是刚入了三本，现在成绩已经不错，你不要再继续发下去了，好、啊，那像这个这里点 B 的人给涨停，只是告诉了三本说你这边要给我保留一个位置，就这样而已，啊，所以他不会产生过 B call， 他只是这边会保留一个位置，他这边会再保留一个位置，所以这个程式，比如说我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假如里面有这两个点 B 的人给涨停，那么这个程式只有十。就是十，好，但是你只要多了这两个，这个程式变成十二，因为这两个位置还是属于这个程式，所以你的程式就有十二，看到吗？关键是这两个位置可以让你的程式来使用，它可以放一些，好、哦，计算机完了以后的资料，还是放一些这一个中间计算过程里面的资料，一个程式的意思。但是你假如你没有这两，你这个程式只有十，糟糕！你假如有中间的值，你要给它放的超过这个界限，作为系统不允许。哦，这里就会提到作为系统，不晓得电机系统有没有？哦，但是我知道那个资管系他们有看。哦，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我们学校的那个大三的学生，就跑到我家里去问作为系统。他这个要考期末考，好、哦，所以这个比较这个紧张一点，好、哦，所以这个就作为系统的东西，好、哦，你只要保留这两个，那么你的程式就是什么？假如你没有保留这两个，那么程式就多十，那当一个程式聊十，好、哦，你就不能去说超过十，对吧？好、哦，这样子你只要尝试去说。它就会产生 error， 好、啊，就作为系统会说你错了，你要执行上错误，那把就是错了。好、啊，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这边三年零点，这边三年零一，两个，对，所以第一就是三年零，三年零，哦，没关系，那没关系，你就照着。哦，我不晓得这个是为什么好、哦、没关系，那你只要会这个东西。哦，你现在了解他怎么回事？哎，你会作用。我记得好像他把它改成那样子，就是你现在把这个 A 哦改成 B， 这个 A 改成 B，C 改成 B， 好、哦、，B 改成 E，E 改成 B 等等，这个程式中还是一样。他是希望去告诉你这个，因为改了以后，他会说：“哎、欸，你这两个程式 ，symbol 出来的是 symbol 加前缀，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 symbol 可以随便处理。”对，他要说的就是这样 OK 吗？啊，所以你在 symbol 一个程式的话，你看你这边只要把 A 改成 B。B 改成 A， 你算算结果还是这样，对不对？因为这个 B 在这边啊，这个 A 是 B 啊，那这里就是 B 啊。好、哦，所以你算出来这个 A， 原来这个 A 代表这里的 grade， 现在只是 B 代表这里的 grade， 翻出来的成绩是完全一样。啊、哦，所以这些结果是优等可以自己，你高是怎样取这些结果的？好，好，那所以你在翻一个程式的话，第一步一定要建立一个 symbol table。对，你只要不建 symbol table 的话，你怎么知道 A 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两个 part 啊。你在翻一个程式需要两个 part， 第一个 part 是建立 symbol table， 它要扫一遍，整个程式扫一遍。这里发现了上面有这里三零零零，看到 D， 我就知道 D 是三零零。好，记得去播这个。然后等下看到 A， 哦 ，A 不知道，所以先打这个号。好，然后等一下呢，再往下看到一个 B 是多少，不知道，再打一个问号。然后再来 E， 哦，我就知道了，就是连 B 连不了连三，所以 E 就是这个。记得去播这个。然后 AB 也记得去播这个里面，只是它的值是多少，暂时还不知道。
好，再往下做。哦，放到 B， 刚刚这个零一二三四五三零零，所以刚刚你 B 打问号，现在就知道 B 三零零，所以就把它填进去，填进去就不会有。原来是问号，就等于三零零，这样 OK 吗？好，然后再继续往下去，对不对 ？F 是多少？三零零五、三零零六、三零零七，就是知道 F 是三零零。好，记得去做这个。好，这个 B 你不知道，当然知道，对不对？好，再来 C， 哦，不知道，所以放进去信号接口，然后你要把它做问号。然后再来往下，哦，这个 A， 刚刚被你打一个问号，现在 A 你不知道多少，对不对？零零，然后刚刚说这里是，这里是十，所以这边是九，这边是 A， 三零零零，所以你知道 A 是三零零。好，然后再往下做 C， C 刚刚被你打一个问号，对不对？所以 C 就是三零零，所以像少一列，你所有的这些线索，它代表的就是什么？你就知道。那知道了以后，你再做一遍，去把每一个你知道怎么放进去，那就对不对？用同一个线索，就是那种。了解吗？好，就这个地方会有，好。好，还有人哪一个哪一题？没有。没有吗？好，那没有，我们在介绍二组。那现在是要下课了。各位在穿着要下课吗？我们下课一下，好，我们下课。